哦，不哭不哭哦，做梦了是不是啊？不怕不怕啊、哦，给你吵醒了。没事，我一直都没睡。来，还是我来抱吧。哎，不要不要，你睡吧啊、哦。我看你啊，今天好像高兴的有点睡不着觉啊。今天是有点兴奋。什么事儿啊？工作上的事儿。来，睡觉，来。不哭了啊。来。来。我想冒一次险，跟杨豆先生挑明我的身份。你有把握吗？这个事情我想过了，明天我去的时候带几本红旗杂志给他看看，就算是有问题，几本赤化的红旗杂志还不至于出什么大问题。你一定要慎之又慎啊，杨都这个人历来复杂多变。我知道，这是我偷偷搞来的几本共产党的杂志，不知老先生可否喜欢呢、啊？哎呀，小兄弟，你太不同凡响了，你是从哪儿搞到这些刊物的？实不相瞒，我的几位朋友就是共产党。哦，如有可能，能否为我引荐一下？好、哦，只怕是不太方便吧。哦，那请你告诉他们，我杨度极愿与他们为同志。就怕这些朋友误以为您是投机。投机？有谁会如此投机呢？投杀头灭族之机吗？哈，如此，红旗杂志正愁没有名人题字，先生的墨宝一字千金呢、啊，上至官场，下至市井，皆以存老先生的真迹为荣啊。好，我写。分文不取，以明心迹。谢谢杨老先生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就是共产党吧？不错，我确实是共产党。哎呦，我早已料到了，这么多年来我能遇到小兄弟你，终于算找到一个能听我说说心里话的人了。你等等。这是我写的一篇论共产主义的文章，不知当否想请王先生指点。好。何为共产主义呢？予以为共产主义与佛学并不相悖，而较之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之理论，对于中国国情更为适宜。佛学中有释迦牟尼的无我救苦救难之宗旨，而共产主义的世界大同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啊。老先生的见解真是独到啊。啊，你看可否把我这篇稿子投给你们红旗杂志呢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杨度怎么和共产党搞在一起了啊？他不是在杜月笙那混日子吗？这么说他杜月笙也在跟共产党搞关系啊？
查，你给我彻底查清楚。您看，这红旗二字 是出自杨度手笔。放屁！怎么还不明白？要是让校长知道这事儿了，我们大家都得掉脑袋。没这事儿，根本没这事儿。这不可能是杨度的手笔啊！这是共党分子胡写的，明白吗？可是长官，这千真万确是出自杨度之手啊！你给我闭嘴！你再说，老子毙了你！欢迎你，杨老先生。以后我们就可以叫同志了。武豪同志，杨度同志。哦，我听说入党的时候要举行一个杨老先生是不是想要宣誓啊？对对对，宣誓可以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啊。哈，可惜现在没有党旗呀。我看啊，杨老先生可以面对墙上的这幅湖南少年歌宣誓，你看如何呀？这个我。杨老先生，请问您家里有红纸吗？有有有，还是过年的时候用的呢。说你心里最想说的话。我杨度混世一生，晚年得以回家，我死而无憾。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我平时求老先生一幅字，老先生开口千金。我不知道您给共产党写这两个字，共产党给您多少钱？不用钱。我还听说有人借老先生名义写了一篇文章，谈什么共产主义。老朽不知啊。不知道，不知好。不管谁问起来都不能承认这件事啊，否则不光你有麻烦，我杜某也稀里糊涂的成共产党了，这不成了天大的笑话了吗？杜老板放心，我杨某此生还没有出卖过朋友呢。啊，呵呵，好，算了算了。杨老先生，